大家好，今天是六月三十号啊、哦，因为我今天是星期五了，然后我星期二呢，经历了一件很普通的事吧，但是确实很让我感慨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简单的说，我女儿呢，她参加了一个课外的这个跳舞、唱歌、表演，就是集三样于一的这样一个，就是 club 一样。然后，嘘，这鸟很吵啊。现在是下午，很暖的阳光。然后我是面冲着西面，太阳照在我的脸上，所以我坐在一只小凳子上，然后。选择这个后边的花很好，很开得很漂亮哈。就是因为我想参加星期六，这个星期六的一个我要被邀请了，就是英国艺术，英国华人艺术中心的开幕式，是我一个好朋友约我去。但是我女儿的这个表演呢，要也是放在星期六的下午，就是明天的下午。于是我就想，那正好他们这个叫 stage coach， 他们安排在星期二呢晚上有一个彩排，这样邀请父母们去看，家长去看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我看了这个彩排呢，我就知道他是表演的东西，然后至少我看了一次，然后我就可以在他们十二个学校的正式星期六下午的表演，我就可以免去了，就让我先生啊，还有公公婆婆，还有美国的这个表妹表弟们来，正好也可以看一下。所以我想这样很好。于是呢，然后整个就是说他的时间是应该到下午六点。我的计划呢，正好我约了一个好朋友，在唐人街喝茶，然后给我看一下我的手镯，因为我在国内买了些手镯，而且现在带出来一些问题，所以我怀疑它是不是bleached， 就是酸过的，所以我们那英文是 bleach， 开头是 b， 所以大家都管叫避火哈。说不好要说的不好听了，就是我愿意说叫避火，避 ，OK， O A B， 必须的避啊，避啊，不是另外向上的那个音啊。所以呢，所以约这我赶到了伦敦唐人街呢，15分两点，我约好朋友两点，所以找了一家饭店叫金满楼。进门楼坐下来就给打电话叫了茶，结果这个大腕妹妹呢还没有离开家呢，所以她说要45分钟以后，但是我已经饥肠辘辘了，所以我就叫了些点心，我自己先吃了。所以等她来了，又给她叫一份。等我们看完了这些以后呢，然后我又约了一个这个中医，因为我头很晕啊。不是因为视觉的问题，不是因为眼睛的问题，是因为这个有些后遗症啊，这个头部有些堵塞估计是。但是就是约了中医去了，见了这个好朋友，喝完茶了，刚还没有出门就是瓢泼大雨的，整个就是那一阵阵雨啊，整个唐人街就全是雨水。然后我为了不能迟到太多，我就冲出去了，然后已经浑身淋湿了，这衣服裤子都湿得不像样子。然后呢，终于就中医也是个非常友好、非常会看的这个好女中医。然后呢，给我前边扎脸部，因为帮我治这个花粉。当时我的鼻子很不通气的，眼睛红肿，确实是已经是很惨的状态。然后后背也扎，然后拔罐儿，就是里外进行，3点钟开始理疗吧，应该5点钟，5点半我就可以走掉了，最晚。所以我计划是6点半赶回来，就可以看我女儿的这个彩排。好，所以但是其中不幸的是呢，这个理疗进行完了。很好，很放松，很感激。
然后给我抓了些药，但是这个时间就耽误在哪儿了？耽误在那个这个服务员他拿药的时候，他当成是粉末状的了，粉末状就回家冲的。十五分钟之后，他也抓得很慢，我就看着他，还有跟另外一个中医师在那聊了一下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不是拿错？我应该是，我个人要倾向于是中草药，我会更、相信它草药之间在火哈这个药力的作用下，然后它会彼此在中和，然后这种药力是更好。我更希望是草药而不是粉末状态，我不想这样。结果呢，我的中医师就上来就训斥了他几句，所以那女孩很难过。”就没有情绪了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也不再继续抓。等了很久，一个不认识的一个男士来，他也非常不熟，在那个所有那么多抽屉里抓，又将近半个小时，所以我的时间完全被彻底的耽误了。我又没法抱怨，我拿起来就冲出去了。然后从唐人街那一站出来呢，叫Leicester Square， 那一站呢就是最。近，距离我们唐人街的，然后我坐黑线哈，就坐到那 Waterloo， 但是那会儿已经是六点多一些了吧，六点多了。然后我一看的时间，我说我的天，完蛋了，然后挤不上火车的，加一些游客，加一些在伦敦市中心工作往回家的，这些正好是最人最多的时候，我就第一辆没有挤上去，又等了一辆，然后后面是一个欧洲国家的一个女孩，波兰的也不是，苏联的哪儿的，就把我就这么推进去了。我背着三个包，一包七天的大包草药，然后一大堆的肠粉，是我们最爱吃的比较软的肠粉，然后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粉色包，然后冲上去了，冲到了那是个 tube， 就是地铁而已。坐了三大站到了 Waterloo， 然后 Waterloo 它从地铁上来是十八号，然后我从十八号要跑到一号，它是有十八个站台，然后在 Waterloo 这个大站是伦敦的一个大站叫 Waterloo，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在。彼此这么冲来冲去，就是有人从一站台往十八号那边冲，我还有看到十八号往一号冲。我的天哪，今天怎么这么吵？这个绿色的鹦鹉们在这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大聚会啊！还有飞机声音，哎，有时候也真的也很吵这儿哈。然后呢，我就当时就急的着急的，那个地铁站已经，伦敦的地铁几乎没有空调的，就是。